爆浆芝士鸡胸肉，鸡胸肉完全解冻，擦干水分，从中间片开，边上不要切断，鸡胸肉摊平，用刀背稍稍拍松，加入葱、姜丝、一点蚝油、25毫升料酒、适量胡椒粉，搅拌均匀，腌制20分钟。碗中加入半碗面粉、半碗淀粉，少许盐，拌均匀备用。打3个鸡蛋，搅匀备用。腌制好的鸡胸肉加入芝士碎，把另一边盖起来，裹上调好的面粉，裹上鸡蛋液、面包糠，起锅烧油，筷子放下去马上冒气泡就可以炸了。等待6分钟，炸至两面金黄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可以关注一下，点个赞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盛出，切块，内里满满的芝士夹心，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摆盘，淋上番茄酱、沙拉酱，美味的爆酱芝士鸡胸肉就做好了。一口下去，外焦里嫩，爆酱流心，肉嫩多汁，真的好满足。可能你朋友也喜欢这道菜，不妨转给他们看看吧。